大家平安，今天早起我们三个要来看圣经米迦书第七章第八节。我的对敌啊，无敌因为我来欢喜，我虽然跌倒要再起来，我坐在黑暗，耶和华做我的光。我们若是有读先知书，我们可以看见对敌每一个时代上帝都有经不同款的时代的先知，在那个不同款的时代的先知，他们都一直在提醒跟他们说，说你们就要悔改，你们就要走在上帝的旨意，你们如果尊叹在上帝的旨意，上帝就要祝福给你们，要引出你们的脚步，假如你们如果没听，上帝如果离开你们就再会临到。今天我们在看米迦书的时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七节，在那里已经有讲起这些以色列百姓，因为他们没听上帝的话，所以他们受到上帝的刑罚和管教。在这种的情形的中间，常常有人说上帝怎么会那么坏，总是我们都知道上帝是公义的上帝，上帝他也是一个怜悯的上帝，是圣洁的上帝。当我们做不对的时候，他没随着我们受气，他没随着我们判断说你这样不行，你这样就不对，刑罚就随来，都没有。我们的上帝他是一个吞论的上帝，当我们一次做不对，他一次给我们提醒，他给我们机会，到我们真正都不听的时候，那个刑罚才临到在我们的中间。我常常感觉说我们做信徒，做基督徒的我们常常很容易在情绪的中间来跌倒，在情绪的中间来破坏人际关系。以前我有一个姊妹他来信主无偌久，伊个许大人就是伊个妈妈，也甲伊三个来教会，也来做礼拜。因感觉来教会非常的温暖，总是可能是许大人啊，伫伊成长的过程的中间啊，伊有受伤，所以伊对人的反应真敏感。伊个查某囝因为也真细汉，是伊个老爸就过身，所以伊对伫好朋友的反应伊也真敏感。一天伊个妈妈就来跟我说，这个姊妹叫做陈小姐，她就在说那个洪小姐，她妈妈就很受气，说是怎样我女儿跟她说话，她都没要插我，都没要插我的女儿，已经两天三天都是这样，她现在又这样，牧师你跟她说，她又这样，我就对她没客气。我听到很艰苦，我相信这里面一定有她的误会，所以我就祈祷上帝给我智慧，若是有什么误会，上帝大声改变，看要改变陈小姐因的家庭，还是要改变洪小姐的家庭。过去我就问那个洪小姐说，是怎样那个陈小姐这几日跟你说话你都没插她？她说没啦，我不是没要插她啦，因为我最近情绪很低落，我心情很坏，所以她在跟我说什么，在跟我问什么，我根本就都没心，我根本就都没去注意。我可以了解这个洪小姐所遇到的情境，所以我就去跟陈妈妈说，我说陈小姐就是这样，她可以理解，后来他们就好好。我们真的可以看见人在人的中间，常常是因为我们在情绪的中间我们来犯罪，在情绪的中间我们来跌倒，甚至基督徒的中间真热心，圣经没呢，他在教会每种服侍都有，妇女团契、圣歌队唱歌，家庭礼拜每种都参加，总是有一天他圣经心魔去到在街上路行巷仔口的时候，他竟然去跟柑仔店的人烧烟，知道在买东西的中间是不是有出入，所以他就跟那个老板柑仔店的老板在那里烧烟，烟了的时候，那天是礼拜日，他跟他说，好啊啦，我不要跟你烧烟了，我要来做礼拜了，礼拜刷了我还要来。很多时候我们会发觉说，没信耶稣的人，他们都知道信主很好，他们没来信耶稣，但是他自己督徒那种的道德都要求得很高，所以就说这个人信耶稣竟然这样在跟人冤家，这个人信耶稣他也在跟人计较，这个做牧师一点疼心都没有，一点吞论都无，做长老的囝拢安尼。咱常常拢会去批评、论断，用咱家己的看法，用咱家己的心情来定罪伫别人。所以咱常常是
在咱家己的看法，甲咱家己的情绪的中间来跋倒。今仔日伫即十个圣经的中间，甲咱讲，咱虽然会跋倒，飞机嘟嘟会批评咱，会取笑咱，毋过伊讲，咱坐伫黑暗的中间，就是伫真艰苦，因为咱常常犯罪，咱就会伫即个罪的中间付上代价。所以伊讲，我虽然坐伫黑暗的中间，耶和华要做我的光。换一句话讲，我要归向耶和华，重新返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求上帝来帮助，反悔认罪，上帝就会帮助咱，让咱搁重新倚靠伊，过得胜的生活，过荣光主的生活。咱三个同心来祈祷，我感谢天顶的上帝阿爸爸，多谢你疼阮世间人，阮知影你是圣洁的上帝，都爱常常行伫你心意的中间。总是阮常常叹私欲，常常讲话惊答，互你艰苦心，得罪着你。要顾你给阮机会，你就是基台，阮会当常常活伫你疼的内面。阮甲主奉献感谢，阮也伫你的面前要安尼讲，有你真好。多谢你常常用你的疼围绕伫阮的四周围，赏赐阮快乐。阮要靠着你过得胜的生活，也来荣光你。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。阿门。